你刚才跟那个不说黑心，我一旦你看你搞不斯克他不怕呀，你怕怕个？你一旦透过黑心，我们受啥理受贿？我们要过来泰山黑心，你是不给他收七杀？你后来在搞单呢，给他收摩托车呢，另外黑心的你，你是怎么杀？刚才跟给他透过。不收啥透过？你理受贿案哈？把新来干的摩托车跟黑心的李浩黑心的哦，你要带干的没有？咱那收什么路干的李浩黑心的？是跟了哈个不灵呀？虽然比较耽误的哦，你不得收跟跟了那黑心的你哦，不能跟跟了黑的，不能摸摸啥个骨不带我干的，那么我干的我打的单不打算收还个算？你比如伊的什么是把它解释的多？你没打罗解哈？咱们要泰山黑心，你说至少收你跟。包婆婆的故事，她最后的结论就是鼓励每一个小孩子长大以后要为世界做一件美丽的事情。那我每天讲，每天讲，这个学校讲，那个学校讲，到后来我自己想说，哎，我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啊。那我现在在做琉璃，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也可以做一件美丽的事情。最初的想法从那个地方引爆，那我就开始讲我要做花。那些你可能用那木跟石榴海比烧，你跟其他这些在屋里哦，你哪里有啥石榴海？想说没事做就这样学习东西呀、啊，可以教我们小孩子啦，教朋友啦，什么都可以呀、啊，大家都学习嘛。之前是去那个吊桥，那个屏东那边，去那边玩，因为我们市长带我们去那边，我们看到那个琉璃珠那么漂亮，啊、我们一直讨论说到底是怎么做的。澳门要买的时候，它也是很难买。今天来有成就感，真的真的。也是世界黑色的摩托车干的不多，那可能你阿姐都离好黑色，因为我们大陆巴的哈，你你说比啥巴的干那个，或者说不熟啥黑色，因为你好会读书，那哈你看书样比较单干那个行那屋里个，你那些那么什么路还是在屋里头，伊在旁边的巴那个跟格拉跟的山，是来那么伊在东部说黑色屋里哒，不进干哩，你们干喽。